黄冈竹楼记，王禹称。黄冈之地多竹，大者如船。竹工破之，枯去其节，用待陶瓦，壁屋皆然，以其架连而供绳也。子城西北隅，雉蝶啼毁，真蟒荒秽，因作小楼二间，与月波楼通。远吞山光，平依江濑，幽去辽胸，不可具装。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。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。宜古琴，琴调合唱。宜咏诗，诗韵清绝。宜围棋，子声铮铮然。宜投壶，始声铮铮然。皆竹楼之所筑也。公退之暇，披鹤氅衣，带华阳巾，手执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侍律。江山之外，必见风帆沙鸟，烟云竹树而已。待其酒力行，茶烟歇，送夕阳，迎素月，亦谪居之盛盖也。比其云落星，高则高矣，景寒立桥，华则华矣，止于主妓女，藏歌舞，非骚人之事，无所不取。吾闻竹工云，竹之为瓦，仅十人，若重复之，得20人。以吾以至道以未遂，自翰林出滁上，丙申以广陵，丁酉又入西业，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，己亥闰三月到郡，四年之间奔走不暇，未知明年又在何处，岂惧竹楼之一宿乎？幸后之人与我同之，似而弃之，属斯楼之不朽也。咸平二年8月15日祭。